里面搞不好之后 YouTube 上面也会有吧之类的。嗯，先录下再讲。安安说他是哪一个年代？看等一下有没有真的。看等一下有没有带到。怎么动来动去，你先录下来看看安安自己找不找得到自己。安安是弄妹妹头的，是戴假发。对，戴假发。就时代啊，那个时代啊。他不跟我说站着怎么有动嘞？对啊，我就觉得怎么一堆一直跑来跑去。对啊，根本看不出来谁跟谁。所以杰亚群他们是跳舞，是不是？就是在后面跳舞啊，变换队形，然后跟唱歌。可是其实唱歌是那两个小朋友跟纪晓君。看会不会就是他们最后，比如说唱完的时候会谢幕的时候看，他们看不到。这样很难照，因为那镜头顶多就闪过去一下，对啊。你说要拍到说个别的一个人，那在哪？哦，开始啊！好，这现在开始。对，现在这是纪晓君。哇，那个，整个钟面那么长，就算在第一排中间，你很难去看。刚我还想，那第一排是这样，可是现在看看会不会好长的第一排？对啊，第一排好长。安安跟我说他在中间呢。对啊，第一排好长的第一排。安安你在哪？对啊，看看会不会正好带到，有时候就那么。水里面吗？没有，安安没有。那是打是下面伴舞的。那是舞者，搞得去又虐待儿童，那到时候被人家咬不行。妹妹头没有，安安是伴，所谓的妹妹头是这种一半的。哦，可是他穿什么衣服？他都没有跟我讲，也没有给我看，因为他们不准把衣服带回来，怕会不见。就看到他一模也是好像，哎，好像有点像，每个都看起来。哎，这个有没有？他在站在张子怡旁边。安安他们班有一个女生172公分。他说他站在张子怡旁边，就之后都不会再长高也没关系。他妈怕他长太高，希望不要再长。那个一定会破，我会到180。国小六年级就170。对啊，之后那一定会接近180，一定会。第一排的中间好长，好宽的第一排，第一排跟我完全不要打。我还以为是站在那边唱合唱团。试看看有没有正好带到了，按你说整个画面。不过你把它拍下来，搞不好他自己看得出来还在哪里。我们把它从头拍到尾。相机的话挺难的。不错啊，对，我手机也难。哎，对，你那手机拿出来，等一下我看看。720P 的，你开玩笑。妈妈，高解析度。妈妈，那个我们上次下午教学不是有一个叫党浩宇的吗？他手机那个
那个照相功能的画质比人像机还好。是啊。对，超好的，就像直球那样的。要唱完了啦！在那边，我站在会不会在这里面一群？等下在哪里？会不会这一群里面？我要看那个画。他没有告诉他什么颜色衣服哈。哦，不没关系啊，你反正通通录下来，让他自己回来找啊。照样子。他自己就知道他自己穿什么衣服啊。应该是有拍到。啊，还。